这三只小比熊呢，是我帮上海的小姐姐准备的哈。她的要求是要一只挺小的，毛量多的。咱们现在给她开视频看一下，看看你们三只把哪只带走啊？哎，你好，亲爱的，我一共帮你准备了三只哈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啊，来对比一下。来，快递一只。这是小弟弟吗？嗯，对，看一下哈。对，这是弟弟。嗯。这个小弟弟，嗯，还有，来，我再给你看第二只，第二只可好看了，你看看，可甜了，就是按照你的要求给你选的。哎呀，他知道我们在看他，哎呀，给你笑完了没？哎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是比较小，对，这个体型就非常小了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看到没？啊，嗯，你看它的毛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三层背毛，可好看了，这个一直在开心的笑，来，给你看第三只。你看看你这个可能更小一点。嗯，你看你更喜欢哪个？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嗯，两个放在一起吧。对，这个体型比这个体型更小一点。对，还是它好看。毛要好。对，它体型不大，最主要的就是它毛好，看到没？可爱互动了。淘气包，其实你要抱着它哈，可温顺了。你看。看看，你把它抱起来，亲爱的，它就比较温顺；你把它放在地下，就比较活泼一点。然后是个招财猫，你看，一直笑，一直笑。脸蛋儿挺小，鼻子呢？侧面。来，鼻子可短可短了，看到没？看看，看到没？嗯，非常非常的短，可会互动了。你一看，给你个正脸，一看正脸它就笑，一看正脸它就笑，特别招财。这么爱笑的小比熊小姐姐也是越看越喜欢，当即决定要了这只小可爱。果然爱笑的狗子运气都不会太差，赶紧去新家享福去吧。